果说文物是人类文明的印证，那么博物馆就是打开去前世今生的一扇窗，以文物共情，让历史说话。进城博物馆，一切近在你的眼前，这里的一切都很精彩。古器、石器、陶器琳琅满目，样式繁多。晋城文明的初期可以由此追溯到2万多年前。铜足、铜戈、铜剑，尸骨累累，满目疮痍。这一定是那场骇人听闻的长平之战的千年遗存。血战三年，加速了秦灭六国，催化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。墓道、墓门、墓室，祥云润物，雕栏画壁。再看那一排排、一列列的琉璃彩俑，庄严肃穆，惟妙惟肖。来到这里，你或许会穿越到那个从前，一睹他们身前与身后。俗话说，地下文物看陕西，地上文物看山西，那么山西的古建还得看晋城。走进古建二郎庙戏台，实为戏台鼻祖，看它结构严整，传力精巧，堪称佳品。青莲寺、释迦殿，古朴大方，雄伟壮观。开化寺、古壁画，巧夺天工，美轮美奂。沁河古堡寨，鳞次栉比，形态各异。当你置身于晋城的古民居，你一定会惊诧于它的装饰，让你瞬间回眸元明清。来吧，到晋博，风雅晋城，古韵悠长。